近日，网上有一位超话主持人透露，肖战下部剧已经确定。肖战搭档气质女神张小斐合作主演《千里江山图》，属于一部谍战剧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粉丝们一直都在呼吁肖战可以拍一部谍战剧，肖战本人也想挑战这样的角色，只是并没有得到剧组确定，一切消息都有待商榷。据超话主持人透露，肖战要在2023年首度挑战谍战剧，搭档气质女神张小斐主演谍战剧《千里江山图》，类型不错，男女主也很棒，都是观众们希望看到的结果。但还是那句话，并没有官宣。对于肖战来说，所有人丝毫不担心肖战的发挥，更相信实力派演员肖战可以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纷纷表示吃瓜不信瓜，可以理性吃瓜，但是不要伤害肖战，更不能伤及无辜。除此之外，有聪明的粉丝建议给肖战代言冰箱，这样的饼实在太多，呼吁不要在意肖战后。网上一直都在爆料肖战要进组，目前看起来并没有，只看肖战和团队如何选择了。不管怎么选择，可以确定肖战会继续进组拍戏，塑造好角色，为观众带来经典作品，一直都是演员肖战的初心。在很多场合，肖战都强调好作品才是王道，才是演员发展进步的硬道理。肖战未来可期，期待一个官宣。